也提醒您哦，过年前除了假的硬币之外，也要小心有仿冒的3C。这是过年了，很多亲友团聚，这时候呢，很多人会买这种行动麦克风。不过就有仿冒品了，正版的一支快要4000块钱，不过山寨版的900块钱起跳。警方指导地下工厂起出了上千支的仿冒品。小姐，你过来看一下好吗？警方指导，位在台中的仿冒麦克风地下工厂，一箱箱成品，业者准备出货，全被拦下来。哇，哎，这箱呢？这箱干啥喂？工厂里只有员工助手，看到警方找上门，才傻傻的知道自己是在卖假货。我们有代收手票过来，我们要实行搜索了。我刚刚有那个跟我们主管讲了，嫌犯仿的就是这支行动麦克风。歌手翁立友、王中平，还有演员曾婉婷都代言过，一支不便宜，3990元，照样网络热销。嫌犯作仿的，一支只卖990到2500不等，打着正品标签狂卖数千支。Hello to sing。左边、右边分别是正货和仿冒，除了颜色深浅不太一样，乍看真的相似度很高。厂商说，嫌犯真的仿很大，让他们损失惨重。有侵犯到还蛮多商标的部分，侵权的市值大概有差不多2000万。警方说，行动麦克风仿冒不少，不法业者不会只有一家，已经布线持续追查。记者石恩明台中报道。